这是我第一次没有拿麦克风讲简报，因为通常主办单位都会准备一支麦克风给我，然后都很麻烦。那我今天的题目叫做“胖卡后车厢一卡小冰箱”。那我们后车厢里面的确是放一个皮卡，是我自己用的啦，不是代表我们胖卡其他朋友一起用。那其实我今天要带来七件东西，我的皮箱里面放七件东西，带来七个故事哈，并不是古龙的七个武器。那么难得有来演讲，所以我拿出我第一项东西，就是我要帮各位拍照，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很多机会去很多地方去演讲，那所以大家笑一个好不好？哎，来，三二，点字不在里面去 ，OK， 我看外面，三二，好，有了 ，OK， 谢谢，这是我第一项东西，是一只手机。因为我们平常我们就是上网，就是一群阿宅，所以手机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各位看到，本来我要准备第零件的宝物是我身上这件 T 恤，就是，但是我觉得从里面穿拿出来穿好像不是很好，因为身材没那么好。所以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是一个部落客的一个聚会，叫做台湾网志青年运动会。我们从2005年办到2009年，那后来就没有再办了。那这活动呢，其实产生了一个协会，就是我这个团体苏文化协会。那其实就是一群部落客组合而成的。那其实我们在干嘛？我们就是以公益的为出发点，推动一些数位的概念在台湾的发展。所以呢，我们也办了2007年的危机媒体年会，然后也邀请奥巴马的选举的顾问来台湾演讲。那当然，刚才老茶所说的，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莫拉克风灾的时候，我们主动进驻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处理灾情资讯。那这个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不适合在这边讲哈。那另外，我们也做了一些网络社群，比方说像 Pan Science 胖赛哈上大号，就是说这是一个泛科学的一个科普的一个网站，目前有10000个粉丝，目前是台湾最大的科学科普的网络的社群，欢迎大家可以上去看。那我们也作为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 Punch Party 的网络活动的后端的后勤的资源。那我们协会的理事长呢，徐廷耀，我们都叫他史莱姆哈。这个史莱姆飞，这个史莱姆，我们大家上过史莱姆第一个家。那史莱姆第一个家呢，其实是一个40多岁的一个大哥哈，一个大叔。那飞史莱姆，他只因为脸很圆哈，长很像而已哈。那当时他以前是自由时报的主编，那他现在之前是我们协会的理事长，现在已经刚卸任。他说想要做一些事，那想要做这些事呢，在2008年3月的时候，他打电话跟我讲。欸，我们要做一个事情，就是胖卡。那做胖卡之前呢，总是要找一些亡命之徒。那亡命之徒呢，总不能找纵贯线吼，因为他们只能唱歌而已。所以他首先找了两个人，第一个人叫做徐子涵。徐子涵是谁？徐子涵是台湾的最早的第一批部落客哦。他的故事就不多说，重点是他15岁的时候骑摩托车横越澳洲大陆，一个狂人的举动吼。他在2006年的时候做一个计划叫坦岛万里行，就是骑一台摩托车。花4个月的时间走完台湾所有省县道，从台一线到台26线，从县道101走到县道201。有人知道县道201在哪里吗？他在澎湖哈，因为澎湖也是台湾的一部分，但是他就没有去金门马祖哦，因为金门马祖是连江县的哈，就没有县道这个事情。OK， 另外一位是找我，网络上大家比较多叫陈立哈，尔东陈立、谢立，那我本名叫徐陈立，我们三个都姓徐，但是没有血缘关系哈。我今年29.95岁，从我的语气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有点紧张，我其实29.25岁了，我强调29.25，有点紧张。那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一些人呢，我们常出去玩，除了吃吃喝喝，我们回去之后可能会想到一些事，就是 Google 一下，我们去查一下这些社区的社会团体，其实我们在网上可能找不太到，当时在4、5年前的时候。所以呢，我们需要做什么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哈。那总之要干一件事就对了，干什么事呢？哦，就是说看到这个东西叫做面包车，面包车哈。我们想说这个面包车能干嘛呢？想说，如果也许我们可以载着它放一些东西。那总之呢，这台面包车我们先给它取个名字，好记要简单包装。于是我们就取名叫胖卡，胖子的胖，卡车卡，胖就是面包的意思嘛，台语面包，卡就是车。那很简单，我们就一台面包车突遍台湾县乡，去教老人家跟小朋友电脑。于是乎有人就叫我们叫做宅配，把宅男配送到偏乡，有人叫宅配，是另一种宅配吼。好，那所以呢，我们身为一种宅，就别的不会，只会电脑。那么我们这遇到数位落差，第一件是什么？可能是 Google 一下什么是数位落差。那数位落差里面，第一个词条已经出来，已经是维基百科。那维基百科里面讲很多东西不重要，重点是底下有我们连结胖卡数位落差行动册，所以可以上去我们的官网部落格看一下哈。那可是在这之前呢，我还是要做功课啊，就做去之前做功课。2008年的时候，云科大有办一个数位落差研讨会我们去看看，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呢，发现呢，他告诉我们说，数位落差一开始来自于1995年的时候。1995年的时候，我们想想，现在17年前，那个时候是 Windows 3.1，还没有 Windows 95的时代。那时候的小画家叫乔瑟凡
Wallpaper 叫小作家。好，跟现在都不太一样了。那时候我们电脑环境引用 Windows 3.0 就可以上网或打电脑，不对，你还有 MS-DOS 哈，有个 C 冒号斜线。那个时候我们打的电动是《仙剑奇侠传》哈，还是很多光碟跟很多磁带，放十几遍之后才能够玩一个游戏。所以呢，有落差到底是环境还是人？有落差到底是环境还是人？要想一下哈。回到数位落差的维基百科条目，重点呢，我们看那么多，到底什么是数位落差呢？我讲数位落差一件事哈，就是讲数位落差 digital divide。另外一些人会把这个称之为叫做数位机会 digital opportunity 哈。于是乎呢，我就发现了，后来那个公部门呢，给我一个教材，叫做《忆往昔生活》，一起上网去，里面很多教材呢，可以给大家看一看里面上面什么样的内容哈。哦，我觉得数位界这件事情很奇怪，为什么叫机会？就是哦，希望说这些人没有机会上过网，有个机会去上过，于是干很多教室，变了很多教材。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来讲，讲落差跟讲机会，有点事情有点偏见哈。你讲是贫富落差、城乡落差，于是我们换一个词来看看这个词，叫做数位包容。而数位包容，我们只讲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第一件事，设备是不是够便宜 ？OK， 一台小笔电现在不用10000块，以前一台笔电5-6万块，但现在还有笔电要5-6万块了哈。工具是不是够友善？可以想到这件事情，以前我们都是要输入 C 冒号斜线 DOS 的时代，现在我们的 iPhone、iPad 只要用触控就可以了。接下来，教室是不是你家够近这件事情，我们开始没有办法想象，我们要开3个小时的车从山上到市区去巨匠电脑学3个小时的课，再开2个小时的车回家，没有道理，没有道理。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教室离你家够近这件事情。好，所以呢，我们呢看到很多名词，电子书、iPad 这些东西，什么数位落差很多名词。我们可以知道，台湾并不缺乏硬体设备。我们看到很多评比里面，台湾并不输给一些欧洲的许多国家。当然，台湾也并不缺乏很多案例。比方说，其实微软，万恶的微软也在做数位落差这件事情。他们也用一台车，但是跑得比我们更紧。看外形就知道，就输我们一大堆了哈。那面包车有人做乐团，叫做胖卡乐团，在台南。如果这边有台南的朋友，可以固定他们在台南市有一个 pub 这边驻唱。那当然，行动最有名案例就是待会我们会介绍到的纸风车。哦，直风车文教基金会，他们有319儿童艺术工程。那我们自己又很宅啊，做一个评比哈。什么叫真正的梦想家？看右边这两个就好了哈，不要看左边那一个。OK。啊，那都是我们去年做的啦。好。所以呢，在2008年5月的时候呢，我们买了第一台车，花10万块买一台车，这是第一把车的第一台车的第一把钥匙，现在没有办法开任何的钥匙的门哈。那当时的这台老车呢，9万多公里，在2008年5月的时候，那我们开始还好整以暇哈，我们去巴黎试车，就是史莱姆跟旭，然后我们开始只是一个假日行动。于是乎呢，我们这些网友、这些部落客帮我们办了一个壮胆会，在欧蕾咖啡，哦，私点是在这里，白色，我是叫波塔，欸，你在这边，对对对，这边很多人，这个史莱姆，然后有凯洛在哪里？哦，如果你知道凯洛是谁的话 ，OK， 工头健的老婆 ，OK， 好，重点是说他们帮我们办一个壮胆会，怕我们在路上出事够了吼，就是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开始胖卡只是凭热血这件事情。2月16号晚上，我们在台北的欧蕾咖啡，我们办了第一次健行、健别或壮胆会。然后呢，我们呢就开车下乡去我们第一场课程。其实这边有一段影片是我们第一次的一个画面。你现在去哪？我可以走，那你转名声一样。请问你子和？我可以跟你去哪？你跟着我，你怎么去哪里？1分钟的短片集锦，我们当时还台湾还并不流行行车记录器这件事情，然后我们自己就装了一个 camera 在后面那台车上面，然后跟着一路我们开车。那我们过了行车，过了新营交流道，过了新营收费站，我们下去之后呢，我们到哪个地方呢？我们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做中学，学中做，我们行动。所以我们轻松方式帮助大家学习，于是我们第一站就到了胖卡孙宇课程，到了金鸟后壁金鸟的长老教会，这个离昆明伯吴米勒家只有500公尺而已，他是在昆明伯家走到这个长老教会，就是3分钟的路而已。OK， 那看看这群小朋友都在做什么？这群小朋友呢，大家看看大家做什么？一定呢都在玩卡丁车这样子，看看他的看画面哈。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他们其实并不缺乏电脑设备，他们都很厉害。但我们知道孩子的学习是不能等，他有些使用观念，我们想资讯安全、资讯伦理这些东西。那可是大人在等待，就是在林边乡永乐村。
我们有史以来胖卡的第二场课程，在第二天，那你看看这个是林边向永乐村的村长，他很自然的站成一个林边五月天的样子，后面三个封面照，这个是他老婆，这是其他的两个阿姨 ，OK， 还是要讲一下，帮村长打个 pose 一下，我的同事们 ，OK， 那他在看什么呢？他看前面在拜天公哈，就是我们把后车厢，他有个三合院很大，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设备拿出来看，这我们开始设备，还有带瓦斯炉、带帐篷，因为真的怕够了，带很多摄影机、电脑啦、手机的很多电脑的设备、网卡等等。那我们也去上山去上原住民的课程，我们也带很多新住民的课程，当然绝对少不了小朋友哈。那更最多最多，我们70%的授课对象其实都是那一群大朋友。我们看到这里面四点字。在这边，他带一群斗笠。那这个地方是干什么呢？其实是你看到后面，他有天埔社区，他有产一个叫天埔私密照。他在台南县御景乡，现在台南市御景区的沙田村有一个天埔的私密照。上面有电话，喜欢可以自己抄，可以去订购，还蛮好用的。相信点子都有试过。对，最私密的地方。好，你以为只有点子啊？点子其实是我们胖卡编号第四号的讲师哈。但是以胖卡。上这么多课程，上这么多讲师以来，还有下一位哈，就是老茶，很帅哈，金城武跟甄子丹武侠动作。OK， 好，这是要考碎他们一下。老茶是我们编号第七号的讲师。好，你们看到很多私密照，是因为他们在干嘛？他们其实做很多社区的特产品，就是拿菜瓜、丝瓜做成丝瓜肉，做成丝瓜的斗笠、丝瓜的拖鞋、丝瓜的面子盒哈。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只是想说要来做老人送餐这件事情。如果回馈社区回馈的资金拿来做老人送餐，所以我们能够帮助什么？他们到底什么东西想学？网络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帮他们卖这些特产品呢？好，所以到底什么是他们想学？我们要仔细思考这件事情。那我们先从最基础的开始，比方说像输入法整合器这种东西。我举例来说，就大家知道输入法整合器吗？在 Windows 里面，你可能不会打注音，但是你可以用描字把它描出来。它只要认识那个字，笔画不对没关系哈。所以我们很多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比方说看报纸，我们可以看到看奇摩新闻。OK， 我们上市场。OK， 我们可以来看，我可以上奇摩的商城，可以上新奇科技。OK， 我们看一看地图，上 Google Map 等等。更何况可以来做网络挂号这些事情。台南人很喜欢挂赵建民，就是因为他在新楼医院义诊，台南麻豆有新楼医院做义诊的服务哈，所以呢，禁止挂号了哈，因为太多人去挂他的号了，因为对台南而言，他就是不论政治，他就是台南的女婿嘛 ，OK， 好，所以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哈，我们回归基本，教很多基础的东西。这要谢谢张大鲁，就是帮我拍一张照片，可以骗吃骗喝哈。所以呢，我们从再不是假日行动了哈，我们得到一些赞助，我们得到一个些赞助之后，变成一个长期的计划。所以呢，我们车子坏掉，没有车找车，而没有人也要找人进来。比方说，我们找到联合劝募，成我们最大的赞助者。如果你们喜欢捐钱的话，或是有多余的钱可以捐出来，可以捐给联合劝募，因为捐给联合劝募就代表捐给我们哈。所以说，他们补助我们买了第四台车，胖卡的第四台车，第四代舰哈。那我也找了我学弟，当兵退伍之后加入我的伙伴，他是吉米哈。然后还有另外一位学弟坐在门口 ，AJ， 他是地道的高雄人。他在外面吗？还在外面吗 ？OK， 好 ，OK， 好。所以呢，台风之后呢，我们进入重建区跟部落，比方说。我们到满洲乡港仔村，这个地方在哪里？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阿朗伊古道嘛，最近还蛮有名的，它在阿朗伊古道的旁边哈。所以，我们从屏东市来回就要300公里了哈。对我们来讲是最遥远的距离，就是它什么又到不了，没有飞机，没有直升机，只能够开车，没有火车，只有开车可以到这个地方。我们跟其他输落差最大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就是我们重视沟通这件事情，我们客制化去调整那些教材，所以不会像是你看到手上看到一本教材一样去上 Word、Excel 上一些很基本的东西。比方说以港仔社区为例。他们曾经是台风的灾区，我看到这边有地方走山，他们做一个地图，社区的防灾地图。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它放在 Google Map 上面，提醒大家，提醒外地的朋友过去的时候可以注意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一开始我们先从一个基础的教学开始哈，然后当然也会带他们去玩 email， 玩申请 Gmail， 到申请部落格，到申请 Facebook 账号。于是乎，他们就开始有自己发表他们自己的东西，把他们拍照的东西放在网络上，甚至是看一看他们 Google Map， 很少很少啦。就是只有一些基本的点位，他们拍照把它定位在 Google Map 上面，当然也可以上他们 Facebook， 刚在哦 G A N G L A I 好、哦，然后去帮我们按个赞，才几百个人也不多，因为整个港仔村也才400个人户籍在那里，然后全村也只有200个人而已。为什么要去那里呢？因为他们全村400个人里面只有12台电脑，普及非常非常的低哈、哦。那另外呢，就是我跟他讲，我们从林边到林芝，这是一个典故。从我们从屏东林边到奥地利林芝，我们去一个
领了一个奖，叫做奥地利林芝电子艺术奖，这是我们那时候的入场证。好，奥地利林芝是奥地利的第三大城，大家知道奥地利最有名的城就维也纳，第二大城萨尔斯堡，莫扎特的故乡，第三大城就是林芝。林芝他从1987年开始办了一个数位艺术奖，是相当于就是数位艺术圈的奥斯卡。我们得到数位社群内的优选，是台湾史上的第二个。台湾史上第一个得到林芝电子艺术奖的是叫天工开物，他在花博有很多的展览和做数位的互动艺术的创作。那从林边到林芝一路下来，我们接近到现在目前为止三十四个月时间，从2008年5月17号到2012年的昨天为止，我们一共跑了663场课程，平均就是23天，一个月就跑23场，就是扣掉例假日之后，我们每天都要出去上课。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其实很少，很小很小。但是呢，胖卡呢就是很小很小，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胖卡影响一些人哈，比方说。胖卡不是选举文宣，就是我要讲是说，就是现在看到很多胖卡车，啊，其实都是学我们的这样子，好，就是他们知道哦，这个改装车叫胖卡车，实际上不是，它就是一台改装车而已，游走灰色地带的法律边缘，游走法律边缘，基本上不能这样改装，因为可能会违法，因为车头改装会不安全，但我觉得胖卡这件事情呢，我们也没有去注册。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公共财，就像喜憨儿一样。我们把声音迟缓的小朋友，我会称之为喜憨儿。我们就把改装车这样的事情叫做胖卡。那胖卡不是选举，也不是卖咖啡的哈。所以呢，我觉得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上路吧哈。那为什么要上路呢？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数位原住民的时代，我们长辈们是属于一个报纸原住民的时代，而我们是他们是数位的新移民。而我们这个时代是数位的原住民，所以最后一里，数位落差的最后一里到底在哪里呢？数位落差，我想可以从家人开始。我刚好是我爸爸打来，那我爸爸可能要问我 QQ 跟 Facebook 的账号怎么去登录，因为他真的会使用 Facebook， 在我的脸书上面帮我按个赞。所以数位落差可能在哪里？在你的心里，这是一个玩具心脏。有个老师送我一个玩具心脏，说你们真有心这样子，我觉得是谢谢他送我一个人工心脏哈。所以数位落差的最后一里到底在，我想在你心里。所以第一里呢，可以从简单有趣，从你的家人开始。我想这件事情就是数位落差并没有那么困难，就是做简单的事情，让它变得更有价值。那我今天简单的分享差不多是这样子，谢谢大家，不耽误大家时间，刚好2点整，谢谢。那我代表台湾数位文化协会胖卡计划，然后来今天分享这一次的演讲。那胖卡是什么？胖就是面包，卡就是车。胖卡就是一台面包车，载着电脑以及资讯以及这些设备以及一些知识跟技术到偏乡去，我们带给一些老人家跟小朋友一些欢乐，一些亲近电脑以及这些资讯设备的机会。数位落差，我觉得就跟数位落差其实是一个假命题。我们讲 digital divide， 其实是来自大概已经20年有电脑有网络一开始以来，大概会一直出现命题。这跟城乡落差跟贫富落差大概会绑在一起。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数位落差这件事情是一个假命题。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小学都会上电脑课，都已经会上电脑课了。所以慢慢的这些小朋友从6岁上电脑课之后，他就没有所谓数位落差问题，他有的只是他会用还是更会用而已。可是，一些长辈他未必是这样子，他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网络以及电脑的东西，所以有时候这跟识字率一样，总有一天会变成99.99，会变得没有数位落差这个事情。但我们带给是这些长辈们一些亲近的机会，让他们觉得不要跟社会脱节太远，然后能够跟小朋友亲近。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往往这可能是一个社会学的一个命题，或是一个社区的命题。或是一个家庭的命题，可以让他可以有更多人跟年轻人接触，不要让大家觉得说，好像网络或电脑这些东西跟我这个60岁的人、70岁的人没有关系，跟社会脱节。其实我觉得胖卡，自2008年5月开始到现在，已经巡回接近4年，接近了660场的课程以及访视这样子的。长期的过程下来，我们跑了大概150个社区，以及社福团体。那其实每个地方都给我们一个很大一个启示跟故事。可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做数落差这样子的计划的课程里面，最重要一件事就是，如果他对我们说，欢迎你们下次再来讲课，我觉得这是我们最成功的地方。
因为代表我们假后倒休某，然后我们不会一次去就结束了。那这对我们俩是最窝心以及最重要的一句话以及一个故事的一点点的鼓励。我们本来就是一台卡车，然后我们车上就很多皮箱，然后我们皮箱里面放的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家当，有些是放我们自己的电脑跟网卡。对我们来说，我们本来就载了很多皮箱去下乡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接下来，无论是不是有在下一个四年，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样的所谓疏落差的第一里跟到最后一里的观念，继续把它带到乡下去。对我们来说，我们本来就是一卡皮箱吧，对。